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刮这一张金牛奖刮刮了，每张售价新台币500元，头奖奖金有300万元哦，中奖率是100%呢，然后有高达14次的中奖机会，然后这次玩法嘞，哇，有5种玩法啦，这次挑选尾数是20号，号码是08017002020，希望可以中大奖。啊，网络上都说100%中奖率有百元魔咒，希望这一张不要是100元哦，希望这张可以超过100元。来，这次先从左边这边这个发财鞭炮开始来刮，不要是100元。啊，开始玩法，刮出两个相同金额即得该奖金，两个相同金额就奖金了。哇，看到100有点害怕哎，怎么办？会不会是100？这不会是百元魔咒吧？哦，不刮又不是一了，算了，好紧张了。有没有可能刮啊？不要刮游戏了，看到100就好讨厌哦。百元魔咒啊，先来刮游戏好了啦。刮出3个相同符号，即得该奖金。看到100都害怕，哎，这个不是100了，这样比较有期待。如果上面刮出100，下面都不想刮了啦，对不对？3个相同符号，有没有可能中1000？上面其实不是100，有没有可能1000？一个戒指、皇冠、钻石。钻石，哎，再一个红包吗？钻戒指，哇，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来看这右下角这一个，刮出3个相同金额，即得该奖金。来突破百元魔咒，希望不要是100元。来，200也好了，对不对？3个相同金额，200，再给200。哇，怎么会500块刮到200就高兴？因为害怕是100啊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，真是的。哎，200，哎，真的是中200啊，所以这张是中200元啊，对不对？刮出3个相同金额即得该奖金，200，所以这张中200，所以这里应该就是不是100，来看一下，这里应该就不会是100了。哎，这里也是100，所以这张中300。哎，所以这张是中300哦，是这样子，100，所以这里已经中100了嘛，是这样子。然后这里呢，看一下这里200，所以这张中300，还没看过这样子的。好，来看村吧，刮出一个金额即得该奖金。来抽，我不要是零就好，不是零就好。哇，这是零啊，所以这张是中300元吗？目前已经累计300元了呢，也不错啦。来缩小，看清楚，看仔细。好，放大一点。好，所以这样子，最后一个，任意一个您的号码对中幸运号码及得该号码对应的奖金，请来刮出幸运号码11号跟2号，这张到底中了多少钱呢？来，11跟02，第一个是09，上面这边条码，有没有可能超过300元？11，哎，所以这张不错哎。我一直以为刮到100元，所以这张已经突破，这张一定中不少啊！啊，比想象中的好很多啊！吓我一跳，看到100吓一跳，就真的不是100，还好不是100。这张也突破百元魔咒了啦，这里又100，所以已经中400元了。目前累积400元，11号嘛，对不对？2号，哦，又有了，200，哇，赚钱了，这张600元了，这张已经600元了嘛，对不对？100、200、300嘛，400、500、600了，对，600元了，再，哇，600元加了，1100亿了，11又中了，哇，1100亿了，再来，刮，1100亿了，再来，还没有，哇，1300了，再来。哇，1300，1400，1500了！哇，这张中了1500吗？还有没有？还没有，1500还没有，谁没有？还没有！哇，棒啊！这张中了新台币1500元啊！哇，真的是太高兴了！一开始看到这个100，还吓了一跳，就后面竟然还有办法中啊！哇，真的是棒啊！这张中了新台币1500元啊！金牛奖棒啊！好，就来看一下。真的是非常棒的金牛奖啊，应该没有错吧？100，然后这边呢，200、300，然后400，然后500、600、700、800、900，
1500元，没错，中了新台币1500元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哇，真的是棒棒棒啊！太高兴，太高兴了。来看一下 T F， 应该有个英文代码嘛 ？T N F T F N 啊，没关系啊，这样高兴啊，这样中了新台币1500元啊。好，最后来总结一下吧。这张售价新台币500元的金牛奖刮刮乐尾数二十号，那真的是太高兴了，是尾数二十号哦，宣告中奖，中额新台币1500元。那就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